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2年2月24号，什么呢？什么呢？6:48出发的是1394 PP 自强号，起飞发射将3000号朝着 PP 自强号以及5137次的加班，要3000起12辆变速。那今天26哦，特仕版的观光特仕车。8720哦，8776B 哎，等一下什么鬼啊？这是8776B， 这也太酷了吧！这什么？哈哈，哎，那今天26，列车不停靠。哎，这不是今天啊？今天是跑测试车就对了。哇塞！啊，我的3026还以为是5137又不是，就是观光特仕，3026了，皮蛋豆藤一号，是色彩车，性能机加一号。他有没有开车？还在等。我交一台。哦，还以为是五，就讲错，对啊，我现在几分？12:50了，来双安了。交一台回家先了。1204，首领八车厢休安检票，机长。要用8080出下去了。啊，等他开车。2026。拜拜啊，再见。拜拜哦，再见。我的观光特仕版用3年行驶，2026的皮蛋豆灯药，四色彩色，新能机的阿莱特，赞，送三，赞，势力。825。好像8225次啊，825次。我的5136更近了，等我一下，不能挂。OK， 我的825次刚刚已经在双蛋相行。第一月台第一侧即将进站是经由三线开往。屏东5137次才是加班，值班才是加班。新登机张亮赫，但是825回送，哎，我要回送哪里？新登机张亮赫车站。
五一三七四七五八特将三线抗屏东的 PP 之桥。哎呀，因为参天喜新成绩自然列车五一三七四加班新成绩自然列车二八连假在稍等稍等，准备信号。我请问台北板桥、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五一三七四加班。哦，这个特试车哎，哇，3025，五一三七次，九八在江山巷屏东，哇塞，这台是特试车哎，观光特试版来了两列，观光特试版，新成绩单五一三七次，他骑车吗？五一三七四是那个七五八特将三线看屏东 ，Mountain Line to 屏东。姐姐，特试车。对呀、啊，彩色列车。上面是彩色。对呀、啊，你有之前有看过吗？没有啊。阿里山林铁的新车也出现。什么东西？阿里山林铁的新车。那是像阿里山啊。对呀、啊，更漂亮。新车，它的特色就是第六车有个吧台，第六车不是商务舱吗？它改成那个有吧台2+2座椅，然后废掉商务舱。啊，台湾只有四组，对，那就注意第六车就，对，五一三七四，还好都一样。啊啦，它的椅子是黑色的。不是灰色的，这是一大不一样的特色。对，你很少来看到这台的 Discount 五一三七四啊。年假要去哪里玩哦？又要去玩？当然哦，四天。他要去哪里？南澳。嗯，澳。要看到林姐吗？林铁，你有看到吗？林铁没有啊。我、哦、不是传给你。我还没看讯息呢。你还要看一眼。等一下。五一三七次哦。就是这个。那个啊啊、哦哦。那个有一个小吧台。对。加班，新成绩单要赶紧出来就好了。好了，拜拜，再见。五一三七次在三奶三奶十旅游感恩，再见，拜拜。谢哥，再见，拜拜。第二月的 A 车即将进站是开往台中的5254号，要搭乘旅客请在第二月的 A 车候车。这个哦，又来一台5254。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哦，2月24号，松山站上哦，特试车又来一台特试车。哎，三组特试嘞，5254哦。等等，稍等。9:57，出发的是5254哦。左邻发车九号阿东，你看台东的，用三电系2024的，刚刚特试版新能机加车，皮蛋豆藤要四车台车新能机加车。5254在稍等型号哦，哇，没想到又来嘞。112年2月24号，好了呢，9:57，要看到林铁的新车厢吗？啊，你搭5137过？对，我搭5137过。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我以为你搭5207。漂亮，这才叫火车嘛！它就是一个新闻啊，看。哦，好可怕哦！哦。
你要看里面那种这样子站。你要我看是那种才叫，对不对？日本的嘛，对不对？啊，你要去阿里山吗？今年全线通车。对。然后再看看了，我觉得他班次有增加再比较好一点。好了，拜拜，你要走了。耶，我的23次哦。瑞芳发车将三号加一的15710阿宝真的。5252次哦，加班。昨天发车将花东银行台东的，然后观光特仕版用3012元，有3024的皮蛋豆藤啊，4个彩色性能机将要喝。5252次带双蛋10粒哦。有23次瑞芳发车将三号加一的EMU7372000阿宝全的34800万。特仕版龙发5252次，蛮开心的。没想到一天当中上六一到三班，刚刚特仕版的，我心疼机长。好，下个再见，拜拜。我查一下是5252，是树林号的，下个再见。